但福音十一个名都是离不开点样去爱，点样去关心他人，而使我自己都经常提醒所有关注佢嘅人要彼此相爱。但是今日在今日的福音中，耶稣很真诚地说，我们是为把火堂在地上，在圣经里面火有很多不同的意思，火是意味着光，可以有点洁净净化的作用。火不单止会毁灭万物，就可以代表天主的能作，例如当回身见到啲荆棘被火焚烧嗰阵时，又或者当以色列人民在沙漠的旅途中，夜晚夜间有火柱光照住他们要走的路，还有当天末头被四散降临的时候，有些散开好似火的舌头，定留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。例如今天耶稣所说的，我们是为把火投在地上，跟住他继续讲出，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，意思不是说耶稣再一次要受洗，而是讲紧他会有一个是要经过死亡然后复活的洗礼。耶稣希望他所要献身的苦难令他被莫大恩宠所领洗礼，而他渴望的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带来对灵魂有得救益处的效果。洗礼重申我们的信仰，如果是帮助我们团结合一，正如在加拉太人书里面圣保罗所说，你们不再安慰犹太人或者希腊人、奴隶或者自由人、男人或者女人，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，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。因为有住同样的信仰，无论任何不同的语言、文化、地方、国家或者民族，我们都可以因为基督而成为一体。另一方面，今天耶稣说，你们以为我能赐给地上什么吗？而是能受分裂。今天耶稣所说的好像相反福音提倡和平同爱的元素，就是在福音文段
真福貧貴端。耶穌都咁講，低在國位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。但係今日耶穌聽到耶穌講嘅，好似相反家庭和諧嘅言語。你人好難受，反映出唔止喺過去手機時刻，而家都一樣。有時喺香港，我哋香港社會都遇到有啲人因為做咗基督徒，接受咗基督信仰，受到佢哋嘅屋企人排斥，尤其是喺嗰啲非基督徒嘅團體裏面，有啲教徒甚至被自己嘅父母、大兄、兄弟扔打至死亡。就算係我哋基督徒團體當中，都會時不時發生一啲互相迫害嘅事件。係另一方面，另外睇下，今時今日嘅世界，宗教分歧彷彿成為主要嘅導火線，令到某啲國家民族之間分裂，產生衝突、戰爭等等嘅嘢。你一見到驚，你諗下哪先知道遇到被人拋棄、丟喺執死字裏面嘅事件，唔係由其他外人做嘅，而係佢自己嘅人，因為佢哋唔想喺度。你諗下先知大能嘅天主嘅信息。其實基督信徒的信息絕對不會是暴力和世人分裂的，這些信息必定是離不開道人相處、相愛、合一、和諧和和平平安，目的是想著想將所有人聯繫一齊。正如剛才都提過聖保羅所講的，你們不會再分為猶太人或者猶太人、奴隸或者自由人、男人或者女人，因為你們大家是基督徒受難已經成為了一個。其實真正和福音相反的信息，不公義、貪污、歧視、欺凌、詐騙和仇恨等等，今日耶穌所講的要帶來分裂，是要將我們到這個黑暗邪惡的世界分開。
所以我們應該由愛自己的家庭開始，伸延到愛所有的人類。今天我們就可以分辨出公義和不公義，將愛和仇恨分隔開。在日常當中，讓我們繼續祈禱，求天主以祂的愛淨化我們的生命，令到我們真心渴求天主勝過一切。受罪是天主同我們中間所有的障礙。天主。